金门海域再度发生渔民落水事件，落水者为金门渔民，前来搭救的是大陆海警，这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。媒体报道，福建海上搜救中心日前接到对岸中华搜救协会通告，说有金门渔民出海未归，福建多部门马上联合搜救，在毗邻金门岛的泉州围一头湾水域将对岸渔民救起并送还对岸。对于这则消息，很多网友是愤懑不平啊。 确实，对岸海巡署怎么对待我们的渔民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而我们又是如何对待同胞渔民？这个对比就很强烈了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？打一个比喻啊，就是一条对岸的疯狗咬了人，难道我们还要去咬这条疯狗吗？对岸不干人事儿，被我们深恶痛绝。但对岸渔民落难了，我们如果见死不救，只有和对岸的疯狗。 有什么分别呢？所以，该救人救人，而且我们要好好救，应该救，这是人和，我们应当为之。而且，我们出于人道主义，积极救援对岸的遇难渔民，这也是狠狠打了对岸的脸。首先，先告诉他们什么才叫干人事儿。大陆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遇到类似的情况，起码你要保留做人的底线。 对岸海巡署故意杀害我渔民，至今不肯公布真相，不肯道歉认错，不肯赔偿，甚至大吃人血馒头，将这个事件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，各种炒作玩弄。面对大陆这边沸腾的民意，对岸当局反而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。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，真是取死有道啊！其次，我们也是要告诉对岸，不管他们怎么政治操弄。 在这片海域对岸想跟我们搞分裂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让他们寸步难行。甲金海域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所谓禁止限制海域，压根儿是不科学、不现实的行为，是给两岸关系设置人为障碍的举动。这次我们帮助对岸取消这个所谓的禁止限制海域，是为了对岸好。而且海上执法这种事情太专业了，对岸一群水匪来兼职，实在强人所难。 那好，我们只能帮他一起管，包括救人这件事儿，那就是我们在下金海域巡查执法的重要标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帮啊，应该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别说下金海域，其他外岛甚至本岛，我们也不建议管起来。最近几天，我们的海警船是持续不断的在下金海域巡航。对岸、啊。 喊起了“真心换绝情”这个口号啊，意思是前几天他们帮我们搜救渔民，结果我们还是继续在夏金海域巡航。要说真的啊，如果没有我们在夏金海域巡航，前几天大陆沉船事故，他们会假意伸手吗？他们都是被逼的，不得不出来做做姿态和样子。岛内当局需要明白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不是对岸当局，可以冷血到人命关天的事还能拿来炒作。 我们做人是有底线的，而且定下的目标就一定说到做到。既然我们下定决心取消对岸在下金海域的执法权，那么对岸就可以解散金马地区的海巡署了。大事小事我们全包了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推动两岸走向实质性的统一，这件事儿也没人能够阻拦。